你这么着急找我来，不是为了吃饭吧？我过段时间要出趟远门，想让你帮我溜溜车。我那车不是新买的吗？需要磨合磨合。为什么找我啊？因为你欠我的呀，我不找你找谁啊？如果你要是答应我的话呢，我还可以考虑再生你一顿饭。是两顿啊，大小姐。哇，你竟然过关了！ 哇，你太厉害了！不行，我要截图发朋友圈。行了，车钥匙给我，我先走了。谢了。走吧。还挺帅的，霍之。 你可一定要答应姐，小芝，你可以帮我，你可以帮我，就三五天，江家人不会发现的。以后你不再是一个人了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可以告诉我，你有姐姐了，我们姐妹两个人相互扶持。如果跟他分开，我就什么都没了。 我的医药费那么贵，我怎么办呀？喂，小芝。小芝是谁？找我有事吗？你有时间吗？我现在想找你聊聊。我们没什么可说的。 但是我还没说清楚呢，你说，就当我求你好不好？孩子留下来吧，怎么说也是个小生命啊。这样，你要是答应我的话，我下半辈子给你做牛做马都行，行吗？我不方便出去。我就在你家楼下，你拉开窗帘可以看见我。你不答应我的话，我是不会走的。 你疯了，黄家文！我没疯。 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坐下来好好聊聊。我们已经分手了，孩子现在跟你无关，而且和我也无关了。没错，孩子我已经拿掉了，你应该很清楚，我不能饶这个孩子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跟你再无瓜葛，要是再来纠缠我。 别怪我不客气，秦素，这孩子是我的，你没有权利，这事没完。 姐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答应你。谢谢你啊，小芝。霍之，打起精神来。既然你姐想保住这段婚姻，你就应该拼尽全力，就像她平常照顾你一样。 不知，就几天而已。你行的。照片上的老爷子就是我公公，不过你应该没有机会见到他。早些年他因为轻度中风痊愈之后就搬到疗养院去住了。全家人也只有他对我好了，但您要不是他坚持，我也不可能嫁到江家来。
那我还真挺想见见他的。姐一个多星期就回来了，如果有什么事情就记得联络我。这个是我的电话，以后你就是我。上面存了我的备用电话，江家人不知道。如果你需要联系我的时候，就打这个号码。姐，我怕我做不来。你不会到现在打退堂鼓了吧？啊。 那我尽力吧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是我的护照和身份证，你把它收好，有必要的时候你用得上的。嗯。姐，你去过这么多的地方啊。你看你想去哪儿，以后姐姐都可以带你去的。要是没别的事儿，我就走了，我们俩随时联络。 哦，对了，还有那个江博尔，不管他做什么，你当做没看见，忍忍就过去了，知道吗？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，我很会看颜色的。我走了，小池。 喂，妈，你赶紧收拾东西，两个小时以后火车站见。我都搞定了，火车都要靠你自己了。在江家，你一定要化妆，因为连江村都没见过我完全素颜的样子。对我来说，女人不化妆根本就不能见人。 放这儿了，博尔，你去哪儿啊？博尔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我等你啊！等我？哎呀，我不是说了吗？我去不了了，有事儿。那秦英素呢？他人呢？秦英素也不去了是吗？行，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。 霍之，你好歹还是个有车本的人呢，有什么可紧张的？不就是上路吗？慢点，慢点来。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无法接通？什么意思啊他？不接电话。 放我鸽子也就算，现在连电话都不接，去米兰是他说要去的，现在他干嘛呀？什么意思啊？跟我说清楚。这事特别好解决啊，博二。拿着这张卡，你飞到米兰去，想买什么咱就买什么，想玩什么咱就玩什么，玩到你放松了，消气了再回来，好不好？你干嘛呀？你拿卡打发我是吗？秦英素本来就耍着玩，你也想耍着我玩啊？我告诉你，秦英素今天这个事情必须得给我说清楚，不然明天我找爸告上去。 自己看着办。博儿，哎哎，你听我说。呀，江村的电话，接还是不接？接啊，他在说什么？啊，喂，啊。 是江村啊，对，妈，主要是想找他，他电话又不接，所以就问问您，哎，来了，哎，妈，英素可能回来了，哎，就这样，您注意身体啊，再见。不是英素，是英素的包裹。 Thank you.
霍之，你可真是个马路杀手！天哪，能开到家就是万幸了。一定要加油，姐姐的幸福就靠你了。英素，你可回来了，家里都乱套了。 秦英素，你给我站住！你不要太过分，你把我当三岁小孩耍呀？我起那么早，在家里等你，你这回来一句对不起都不说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英素，你不是身体不舒服吗？赶紧上去休息吧。我身体不舒服，所以我要上楼休息，有什么事情等我醒了再说。秦英素，你不许走！ 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，我就别想走。你不就是生气我坏了你的好事吗？你至于这么故意耍我放我鸽子吗？你是什么人？我太清楚了。不不不，你让他说。秦素是什么人啊？你倒是说呀！秦素到底怎么你了？你这么不依不饶的？我告诉你，我敢进这个门，我就没什么好怕的。你吃枪药了？没话说了，那我上去了。 哥，我你看他，你看他这个样子，明明是他呀！我会在根本就不跟我道歉。哦，对了，还有那个江博，不管他做什么，我当做没看见，忍忍就过去了，知道吗？明明是他有错在先，连句对不起都不跟我说，你还管不管了？之前你让我跟他道歉的时候，我可是认认真真说了对不起的。他呢？你要是真生气，你就骂我两句。 我绝对不还口。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明明是你不对，好像我更恶人一样。你骂完了，我可走了，你别后悔。哥，哥，你管不管了？我是你妹妹。人家刚才让你骂，你不骂，你现在后悔晚了。 您的包裹我给您撂这儿了啊！哦，这博儿也真是，我二十好几的人了，您可别往心里去啊！嗯，哟，英素，你好像瘦了，是吗？嗯，可能是最近在减肥吧，我有点不舒服，想休息一会儿，先出去吧。你不是装的，嗨，我还以为你跟博儿怄气，故意说自己生病了呢，哪儿不舒服啊？ 去哪儿啊？我送你吧。不用了，你还是管好你老婆吧。嗨，这博儿也真是，非得跟英素过不去，真是难为先生您了。太太怎么样了？说是不舒服，休息了，连饭都不想吃。照顾好她吧。哎。 上班了。
不二，上车。绝不。哎，哎，多运动运动对他好，走。 20分钟，立刻，马上出现在我的面前。现在，不可能。20分钟，你要是不出现在我的面前，我就报警说有人偷了我的车。你胡闹什么呀？好啊，你来看看就知道我是不是胡闹了。你不搭理我，有的是人搭理我。 找什么呢？车钥匙，我放钥匙盘里了。你看见了吗？不是，这不就在那个餐桌上吗？你爸那个下去挪过车的。不是这个车钥匙，是咱们家楼底下停车位那辆跑车的钥匙。啊，那车呀，我收起来了，在这儿呢。嗨，这谁的车呀？停在我们车位上啊？啊？ 你就别问了，朋友的车暂时放我这保管。哎，什么朋友把车交给你保管了？妈，你又想什么呢？就是一个普通朋友。男的女的？女的，长得漂亮，学历高，还特别有钱，就是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怎么样，满意了吗？怎么跟你妈说话？我说的是实话，我跟小智好好的，你非得把我们拆散，你就别再指望我给你找儿媳妇儿。喂。 你妈是为你好啊，我告诉你，你在大街上随便找一个女孩子都比那霍之强。妈，我不想跟你吵。行行行，不吵不吵啊，我不跟你吵，只要你不给我提那个霍之，啊？哎，妈问你啊，你跟那个朋友认识多久了？找时间约回来吃个饭呗。你就别想了，你家白富美凭什么看得上我？白富美怎么了？你还高材生呢，一表人才。 妈妈在你身上花了多少心血啊！反正除了霍之，我谁也不要。那你这孩子，哎，我看你倔到什么时候？是，阿杰。 英素，这家里怎么那么安静啊？你都去哪儿了？哦，先生啊，明天要到体育场去运动，养精蓄锐，睡了。博尔还没回来，我给你煮碗面吃。他跟谁去啊？哦，刚才听他打电话，说好像约了什么人。哦，一个英文名字，还讲了两句上海话呢。上海话？行，我知道了，你早点休息啊。嗯。 说可留为海盗，汗滴不许臭。说歌喉不灵，所以漱口嗓子就不会生锈。 Boom boom boom， 看到进入团矿泉水，准备好没有？干嘛跟我这样？多一起来跳舞啊！不会，我妈从小就不让我来这种地方。你妈有没有跟你说不让你跟陌生女人说话？我车钥匙还你，我走了。哎，陈立生。陈立生。 陈立生，哎，陈立生，我叫你，你听不见啊？听见了，我不愿意。哎，你。
我这几天不见你长脾气了是吗？你走了我怎么办呀？我喝了酒，我开不了车。叫代驾呗。那怎么能行？我这么漂亮，天又这么黑，叫个代驾都危险。我不管，反正你负责，我回家。拿来。什么？钥匙。 上车呀！我又没说现在要走。你看都几点了啊？上次我就想说你，你小姑娘成天混这种地方，你妈不担心吗？我妈早死了。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。用不着对不起，又不是你害死的她。既然这样，你就更应该替自己的安全着想。就像你说的。 你长这么漂亮，万一出事了怎么办呀？你也觉得我很漂亮是吗？就还行吧。我不是受了欺负吗？就想一个人到这儿喝喝酒，找一个人诉诉苦。你以为我愿意来啊？我还不是因为孤单。行了，我知道你烦我，你走吧。 我没事的，反正我一会儿喝了酒，到时候看看谁能把我捡回家喽。哎，行了行了，那你想干什么？我陪你还不行吗？我想让你陪我跳舞。我不会啊。哎呀，走了。我真的不会。哎，我约了 Chris 去见，一起啊。我不去了，你们大学老友重温旧情，我去个多碍事儿。 这最近说话里有话呀，啊，什么意思？我特佩服你，真的。你说这家里的秦英素吧，服服帖帖；外边的 Chris 吧，鞍前马后。我一直觉得你没什么女人缘，合着这都是组团来的。芳儿，嗯，这个月工作日还有几天啊你？10天啊。 咱俩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关系都挺好的，对吧？啊，又是同学，算你5天吧。5天以后去人事部领工资，滚！哎，放下你，我去接 Chris。 哎，聪明了啊！对对对对。 找你，哦，给我来一杯大的咖啡。好，哎，黑咖啡。阿姨，什么事儿啊？非得这么一大早把我叫过来？天哪，瞧瞧你这眼圈黑的！昨天晚上跑哪儿疯去了？反正家里也没人在乎，还不允许我出去找找安慰啊？ 我不是都说了吗？心里不痛快来找我，女孩家家的，别大晚上往外跑啊！哎，这话怎么说的跟陈凛生一模一样？陈凛生？啊，谁呀？没谁。阿姨，你到底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我就是受人之托呗。我哥？可不就是他吗？一大早晨起来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好好劝劝你。 你是不是又跟秦英苏闹别扭了？
我就是看他不顺眼，我哥还总触怒小他。你既然知道你哥护着他，你就别跟秦英素正面起冲突了。可我有的时候就忍不住啊，本来我还以为能把他跟黄嘉文捉奸在床呢，结果没想到我哥偏偏不信。不信算了，没关系，等着吧，早晚我能找到证据。婉儿，你不觉得你这样做，其实等于是你把秦英素当成了你的生活重心？我觉得你应该好好想想你自己的将来。我将来，嗨，我将来有什么可想的呀？反正我有我爸和我哥呢。可是你爸和你哥对你再好，他们也不能替你去生活呀。而且万一以后秦英素有了孩子，那可能这一切都会发生变化，到时候你怎么办呢？这个我倒是不怕，我哥肯定不会那么对我的，就是那个秦英素。要不是他几年前在车祸当中救了我哥，还在我爸面前装可怜，我爸能同意他们俩结婚？嫁到江家来之后，我哥处处维护着他，让着他，现在都不管我了，气死我了。你别忘了，你哥和秦英素人家才是一家人。阿姨，我突然觉得如果我哥要是在宫廷剧的话，肯定是个昏君。不行，咽不下这口气。很快，走吧。走。你现在英国上学的时候，我们都是接线人，当时为了碰客混过红旗，也不知道他在学院怎么样，荒废了。我当时混进旗舰队，还不是为了多看你几眼啊？哎呀，你一回来，我突然想起了我以前的那个公司，那个时候小。趁老婆在家生病就出来快活，真够没良心的。你可别忘了，那个时候我可是你女朋友，这要是被你老婆听见了，又得打我一巴掌。简直是一对狗男女。上次的事我在这里道歉，不过他人不坏。我是那种小气的人吗？谁呀？谁呀？喂，姐，我现在说话有点不方便，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你声音怎么了？怎么说话这么奇怪啊？我怕有人偷听我打电话。你怎么样啊？你说的也对，谨慎点好。我这边刚到，都安顿好了。就是想打电话问问你怎么样。哎呀，我都挺好的，我回头再打给你啊。嫂子，干嘛呢？谁啊？没人。不过这铃声好像在哪儿听过。不会是你的极品老婆跟踪我们吧？这铃声还真是他的啊！我哥跟 Chris 约会，你不放心啊？偷偷跑过来，有什么目的啊？你胡说什么呀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骗我哥说你去扫墓了，然后你就偷偷跟踪我哥，怎么想找证据要挟我哥啊？我可没有，你别胡说八道。秦英素，你就别装了，我们谁不了解谁呀？你别忘了以前咱俩什么关系，你是不是跟踪我啊你？别怪我没有警告你，我哥最讨厌的就是欺骗和隐瞒。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不仅丢我哥的人，还丢我们江家的人。我告诉你，不要得罪 Chris。哎，你们来了。
刚才外面是你吗？是我，我给方秘书打电话，他说你跟 Chris 在这练击剑嘛，我就过来了。而且 Chris 明天不是要走吗？我来为他送行啊。之前 Chris 不是跟嫂子有不愉快吗？我就把嫂子带过来了。怎么？如果你觉得不合适的话，我还可以把嫂子带回去啊。Chris 姐姐，博儿，我想死你了！哎呦，我想你。哎，我听说你明天就要走了，我可要为你送行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呢。今天中午我做东，我请客吃饭，你可千万不要推脱啊！行，都听你的。我就没见你对姐姐这样笑过，渣男。哎。这好像是菜单上没有的吧？你才发现啊！这是我们以前在你上大学的时候尝试的那个炸鱼薯条。我跟老板说了，人家给咱开了后门啊。你这么一说，我还真怀念起我们上大学的时候，你也是吧，江村？有点意思。英苏，你也尝一尝，来。不用了。嗯。嫂子，你可千万别介意啊，我主要是怕你吃不惯。没事，我吃这个挺好的。谁的电话？垃圾电话。我要去个洗手间，你们慢慢用。你吓我一跳，你跟着我干嘛？我想看你跑什么呀？不知道的以为你有意冷落贵宾呢。我得盯着你点儿，别让你丢我们江家的人。不是你让我来的，你要是嫌我丢人，叫我来干嘛呀？我想让你知道你跟我哥之间的差距有多大。你现在知道了吧？识相点的话，就最好赶紧走。要走也是应该那个女的走，我为什么要走？见过厚脸皮，没见过你这么厚脸皮。干嘛？不接啊？你管得着吗？哎，回来了。那你们先吃吧，我先走了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反正这也不是我该来的地方，也聊不到一块去。我走了，你们还有空间好好聊聊天。我走了。哎，嫂子，怎么也要吃完了再走啊？你平时都是一个人在家，好不容易跟我哥出来一次，多美好的气氛呢。对啊，你这一走，我也坐不住了。本来还想趁今天这个机会，我们好好聊聊呢。嫂子，你这么着急走，不会是约了人了吧？是不是吃完都可以走啊？正好我也饿了，那我就开动了。哎，
哎，怎么了？ Chris 明天去上海，为什么不能在人前给我留点面子呢？他不计前嫌，要跟你坐下来吃顿饭，就是要把这件事情说清楚。这实在不是我该来的地方，给你丢人现眼了，实在抱歉。你要干什么呢？回去问问你的妹妹江博儿。我？江家人真是没一个省心的，气死了。黄家文，喂，你好。哦，找应素啊。哦，你等一下啊，应素电话。啊。喂，你好，哪位啊？是我。你是哪位啊？你少给我装蒜，我的声音你听不出来吗？不好意思，我真的不知道你是谁。你别跟我来这套啊，我有急事找你。一会儿老地方见，你要是不来的话，我就只能找江村把那些事儿倒出来。别逼我。喂，喂，怎么了，英素？黄先生口气好像挺生气的。黄先生？哪个黄先生？黄家文黄先生啊，我接过他电话，我呀记性很好的。你看我这记性，想了半天愣是没想起来。对，黄先生。哦，对了，要是再有人打电话，就说我还没回来。哦，好。喂，姐，有一个叫黄家文的找你，说要在老地方见。他还说什么没有？还说，就是说如果你在老地方不出现，他就去找江村。你跟他是什么关系啊？霍志，你听好了，这个人是我的经纪人，追求了我很多年，很难对付的。你别搭理他，以后他打电话你都别接。哦，知道了。你那边怎么样啊？我倒挺好的，你就放心吧。你呀，要安心待在江家，千万别露出马脚来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我这还有两天就可以熬出头了。到了，怎么带我来这儿啊？刚才 Chris 在，我没好意思说。你知道秦英素干嘛突然发脾气走掉吗？他让我问你啊。问我？他又想赖在我身上。你的好老婆现在没准儿在上面跟某个人约会呢。
怎么又提这个？我说的是真的，上次是我失策了，这次绝对是真的。刚才我们吃饭的时候，黄嘉文给秦英素打了好几个电话，他都不接。他俩要是没事的话，他为什么不敢当着我们的面接电话？而且我找我一个酒店的朋友查了，秦英素刚走没多久，黄嘉文就在这儿开了一个房间。我还给马杰打了电话，我怕你不信，人家马杰说他根本就没有回家。干嘛？不信啊？真的假的？你上去看一眼就知道了。你难道要被这个女人骗一辈子啊？走吧，哥，上去看。这是你要给我看的？不对呀，明明就是这个房间。看到了吗？黄嘉文来过，我绝对没有搞错。人呢？江博二，江博二。这是你的杰作吧？这什么啊？你用它干什么？偷拍吗？拍他们两个偷情啊？你想干什么？你怎么想？我问你，拍完了之后你要把它干什么？给爸看。这不是我弄的。我告诉你，江博二，我今天郑重的警告你，不管你今后怎么闹，我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但是不要在背后搞手段陷害别人，这是最起码的道德问题。还有，我不管你跟他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，不要再欺负他，否则不管你是不是我妹妹，我都不会原谅你。哥，你干嘛不相信我？接你的电话，又怎么了？哎，你怎么了？坐门口干什么呀？哎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别哭啊！别人看见以为我欺负你呢。别哭了。哭了啊！